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一栋大楼，这栋大楼的外围没有任何的护栏，里面安安静静，没有任何人往来。没多久，我听见小孩的笑声，接着我看见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，从大楼另一头往没有护栏的阳台摇摇晃晃地走过去。 后来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尖叫声，好像是那个小孩的妈妈发现他要摔下楼。那个女人往小孩的方向冲过去，小孩走到大楼边缘，突然急刹车，回头看那个女人，结果那个女人冲太快刹不住，就直直摔下楼。然后呢？ 然后我就醒了。醒来以后呢？就来你的房间。